到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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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所以我让猪吃，这没什么呀。可老百姓只看结果，不看过程。那你就当帮个忙吧，别播了。张子浩，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。为什么呀？煎饼的事情是你让我报道的，所以我必须要把它报道完整。是，我是让你报道煎饼这个事儿，但是我没有让你报道我怎么处理煎饼这个事儿啊。如果你报道了，你想想，整个益助后石沟村煎饼业，这整个行为，这个形象，就全完了，全毁了。没可能。这下咱麻烦可大了，得马上做危机公关。我知道。要不你给孙光明打个电话吧。我为什么要找他呀？哎呀，他不是差点跟月兰结婚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他比你更了解月兰，知道月兰的软肋。你劝不动，他能劝。你把我们村的煎饼送到养猪场去了？你这简直是混蛋啊！你太不靠谱了吧你！你能不骂我吗？你有骂我这功夫，你赶紧去劝劝月兰。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，月兰是绝对不会拿自己的职业操守来做人情交换。这我知道，所以你得赶紧想想办法，对不对？你为了你们村的这个煎饼的名声，你是不是得赶紧想想办法呀？嗯。